我们的空军官兵展现出来的本事，确实让国人有足够的信心，能够为国家的安全构筑一道铜墙铁壁的屏障。那我相信全体国人都有看到各位的付出和努力的表现，相信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军是一支战时能作战、平时能救灾的钢铁劲旅。但是我要告诉各位，信赖的提升需要累积，尤其是当国人面对中共的文攻武赫以及有心人士的操作，我们更要拿出矜持的表现，展现出我们国土主权寸土不让、民主自由坚守不退的信念，让不实的言论不攻自破。